20日，吴奇隆红衣现身某庆典活动，刚刚公布了与刘诗诗恋情的他获得了青年导师奖项。谈及女友刘诗诗，他难掩甜蜜，称私下里的女友既是萌妹子也有女汉子的一面。在面对媒体追问的情况下，吴奇隆对于私生活问题一律不予回答，苦笑着求放过。原来他是怕抢占了汪峰的头条，我如果说了又该上明天的头条了。采访中，吴奇隆多次呼吁外界多给一些自由的时间和空间，更笑侃别把人吓跑了。对于龙失恋17岁的年龄差距，网友如此调侃，谈及会否介意网友这样的调侃，吴奇隆十分认真地说，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，年龄差是个事实，总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和事情，这其实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娱乐，我无所谓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